哦，你个 PS Plus 嘅 PS Four 收制。先生，跟机条 HDMI 线呢？咩线？仲有条 USB 线同耳机啊？先生，你带部机嚟，我哋都冇办法帮你取消服务噶喎。我留个 PSN 喺度，我拎部机走先。先生，你要取消服务呢？你可以上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噶喎。好麻烦你，俾条 link 我。条 link 你自己 Google 一下啦，再 click 入去就得噶啦。我系要喺 PSN 退款啊，当初你氹我买 PSN 会籍就得。死衰退款就唔得，又呢又路，90几万嘅嘢。好啊，我依家翻屋企睇下个 server 正常未，再转头取消个自动续会。终于今日，我一定要打到 mon 亨。张生，唔好意思啊，啱啱我睇咗 PSN 使用条款，你冇得退翻现金噶。当你买咗 PS Plus 会籍之后，就同意以上条款，所以你今日带部 PS Four 上嚟都系冇用嘅。我。你系咪要玩死我啊？冷静啲啊，机先生。又 reboot 过，LAN 线又插过，都播唔到衰嘅，成日死衰，系咪玩死我先？我忍够啦，你知唔知啊？我只系想屠龙啫。兄弟，冷静啲，你把刀屠唔到龙嘅。点会屠唔到啊？你试下啦。你话点忍呢？又冇得连机，又冇得 save。我要同归于尽。我仲想继续屠龙啊，唔想依家坐喺猫车住啊。